生活很苦，其实他那个乐我们不懂啊，在禅的那个境界里面，我们反复过这个五欲六尘的生活，苦啊，他们看到是苦啊，我们看他苦，他看我们更苦，我们以为我们很乐，他的乐我们体会不到。禅悦之乐，不要说禅悦之乐我们一点都体会不到，就是读书之乐我们也体会不到啊，孔老夫子讲的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啊，我们现在学而时习之不亦苦乎，苦得不得了啊，哪来的乐啊。啊，所以不要说佛菩萨的境界，孔老夫子的境界几个人懂得。啊，在中国历史上真正懂得度书乐的不是太多啊，啊，能够懂得度书乐的那都是圣贤人啊，能够懂得禅悦里面乐的，这人是菩萨境界，这不是凡人了。啊，最高的生灭灭矣，即灭诸乐，如来古地上所证得的。九地菩萨以前都没办法体会到啊，所以发心里头有常乐我净，是真的不是假的啊，常是不生不灭永恒不变啊。